跟随大多数乖乖女人敢做自己吗？会格格不入吗？这世界从来不止一种姿态，怕标签那就大胆冲破它。怕平庸，那就让努力化身超能力。怕嘈杂，索性换个声道。怕平淡无奇，那就勇敢走出规则之外。与其在别人的眼光里打卡，不如在自己的世界里出圈。谁都想不同，但不是谁都敢不同。